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 TAT 泰国旅游局与旅游警察局提醒所有游客，如遇到任何紧急情况，可拨打旅游警察电话1155，全天24小时服务。听众朋友，接下去请收听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华语新闻。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日前拜会了派东丹总理，祝贺他就任总理。会见中，派东丹总理强调2025年是中泰建交50周年及友谊黄金年，并表示泰国渴望加强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他还感谢中国大使馆和泰中企业协会为泰国北部的洪水救灾工作提供捐款。韩志强大使重申中国致力于加强与泰国的伙伴关系，并赞扬派东丹总理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最近会谈中取得的进展。他表示相信即将到来的50周年庆祝活动将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双方还讨论了文化交流活动，包括了泰中软实力计划和音乐表演，以庆祝友谊黄金年。同时，中方将带来一对新的大熊猫作为泰国的亲善大使。会谈还涉及了经济合作，双方探讨了增加双边贸易的机会。总理感谢中国批准关里港作为水果进口检查站，并邀请中国投资泰国的新兴产业，如数据中心、电动车和小型火箭发射设施。韩志强大使承诺支持对这些行业感兴趣的中国企业。双方邀请未来进行正式访问，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加强联系。韩大使确认将与相关机构密切合作，为总理访华提供便利，而总理则计划会见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副总理兼交通部长苏里亚确认，政府承诺到2025年9月在所有颜色编码的捷运线上实施20铢统一票价政策。目前该政策适用于2条线路，也即是连接刀奔到康班牌的紫线和红线，特别是连接邦市和兰石以及邦市到德岭川的部分。这些线路得到了公众的积极反馈。交通部长保证这项政策将扩展到所有的捷运线路。正如之前宣布的那样，交通部计划向内阁提议延长将于11月30日到期的20铢统一票价政策。此外，交通部正在起草联合票务系统管理法案，目前正由法制委员会审查，然后将在12月提交民会或者下议院。一旦法律颁布，将设立联合票务系统促进基金来资助该政策，包括了蓝线的收入分成、
能源保护基金的支持和预算拨款。交通部和财政部还在合作研究通过设立基础设施基金回购地铁特许经营权来实施统一票价政策。这项举措旨在30年内从投资者那里筹集的2000亿泰铢以重新获得所有地铁线路特许经营权，使政府能够为公众制定更实惠更公平的票价。此外，曼谷也正在考虑对道路征收拥堵费，特别是素坤运路、四龙路和拉恰达皮塞等主要路线。这笔费用的收入将加入基础设施基金，并可能成为基金捐助者的投资回报。部长指出，这种模式已在英国等国家成功实施。世界银行指出，泰国 GDP 今年增长 2.4%， 其中包括了数字钱包这一因素。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泰国今年 GDP 预计增长 2.4%， 即是今年10月做出的评估。新的评估与上一次与今年4月做出的增长 2.8% 相比有所下降。至于2025年预计 GDP 增长 3%， 除了下调 GDP 增长率之外，如果将泰国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泰国 GDP 增长低于其他国家，其中菲律宾为 6%， 马来西亚 4.9%， 印尼为 5%， 越南为 6.1%。影响经济动力的因素方面，无论是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发现多个国家的私人消费在稳步增长，比如菲律宾和中国，而泰国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私人消费下滑，在出口方面也有所下降。泰国经济与马来西亚略有不同，但是泰国在服务出口方面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一样。2025年，亚洲和泰国都将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和经济动荡。这地区尽管保持增长，但仍然处于放缓的 4.4% 区间。由于中国受房地产市场因素的影响而致经济放缓，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低迷，而这还不包括老龄化社会问题和全球紧张局势。尽管最近出台了刺激措施，短期内起到刺激提振的效果，但是长期增长仍然需要进一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因此预计到2025年，中国经济仅增长 4.3%， 全球贸易持续复苏和利率正常化带来的积极因素，以及泰国数字钱包计划等特别因素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挑战太大，无法让这地区经济增长达到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副总裁马努埃表示，增长已开始放缓，已在中期内保持强劲的增长。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改革自身经济以使其现代化，引领贸易和投资格局的转变。该报告还强调了影响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包括了一、贸易和投资的变化；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三、全球政策不确定性增加。首先是近期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为越南等国家创造了机会，例如越南通过连接增强其在主要贸易伙伴及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2018年至2021年，越南公司出口到美国的销售额增长速度比其他目的地出口的公司快了 25%。TTB 泰军人塔特恰银行研究中心指出，30年来泰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从未变过。如果不发展，泰国出口预计难以竞争。目前70%的贸易商正受到激烈竞争的干扰。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口产业对泰国经济的重要性显著增加，但值得关注的是，30年来泰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份额几乎没有变化。1993年泰国出口占全球市场的比例约 1%， 到2023年仅增至 1.2%。 同时，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产品冠军的泰国重要出口产品的作用不断下降，竞争难度加大。而关于后起之秀产品的出口额，如冰箱，2013年曾达到 4.7%，如今已降至仅 3.3%， 集体电路和印刷电路板也面临同样的境况。此外，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主要竞争对手拥有电子产品生产基地的优势，包括了世界级制造公司的手机和重要通讯设备。对此 ,TTB 泰军人泰南灿银行经济分析中心的数据指出了关键点，并强调，如果不发展泰国出口，从长远来看，泰国出口将陷入越来越难以竞争的风险，并且已指出，泰国出口难以持续发展，竞争力在各方面都下降了。主要两个原因包括了：一，低附加价值的出口产品无法拓展到新市场，虽然农产品和加工食品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但是他们仅集中在两三个市场。二，附加价值较高的出口产品难以竞争，而且面临被轻易取代的风险，例如电子产品和电器、空调、冰箱、半导体、电路板和硬碟。尽管泰国可以出口到更多的市场，但是由于生产技术复杂程度低，泰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往往会随着产品附加价值低而下降。同时，目前的国际贸易措施在过去10年严格了近6倍，仍然是泰国企业家进入市场的重大障碍。国家环境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重点讨论了政府应对气候变迁及其对洪水、风暴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影响的承诺。会议还讨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 PM2.5 杀尘季节的准备工作，重点是落实保护公众健康的具体措施和打击非法危险废物处置。副总理兼数字经济和社会部长巴硕主持会议，强调应对全球气候变迁的迫切需要，并呼吁加强执法以应对环境的挑战。会议上通过了多项关键举措，包括泰德能源、交通和气候合作项目下的一项融资协议，该项目提供2亿3400万铢的赠款，帮助企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该委员会还批准了低碳社区原型项目的开发，旨在促进地方层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参与。为了应对2024年年初的镉泄漏事件，出台了新法规来监督处理危险废物的工业设施，并采取了更严格的安全措施。此外，还批准了2025年森林火灾、雾霾和尘污染管理战略。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